Hello，嗨嗨，Hello Hello，晚安。Hello，大家晚上好。等一下哦，一直设定一下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电脑版的不给我看，我没有办法看留言哎、欸，这是第四次直播了吧？然后就是到现在每一次都弄得很不习惯。啊，好好，大家好，我是怡子。嗯，对，行动小暖炉登场，麦芽马上就来了。麦芽，假如是我在工作，我在跟我妈讲电话的时候，她觉得也一定会来凑热闹，就很喜欢跑来看。好，那今天呢是一直的万圣节直播，其实就是很久没跟大家讲话，然后想说来讲话一下，不然大家平常都一直看照片，快忘记一直到底长什么样子，会动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没有，马上就来了。好，行动暖炉，手冷了就放在这里。那么呀，好，那现在应该是台湾时间9点没错吧？刚睡了一下，想说就是今天早上特别早起，然后弄工作东西弄了一阵子，然后。想说看一下，好，Ligo 平常都不会出现啊 ，Ligo 就是很害羞啊，连用手机对着他都会很害羞的那种。好，那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声音大家也都听得到。对，那大家万圣节现在在做什么呢？现在在看一则直播。那大家有没有去参加一些 party 什么的吗？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这两天，
30号跟31号就是池袋有他们的 Halloween， 就是很有名的 Halloween 活动，然后就是整个池袋就是有一区是开放街道，可以让大家自己就是 cosplay， 然后去那边拍照啊，然后就是拍跟被拍都有，就其实是蛮盛大的活动。然后其实我之前就有一直蛮想去看看，然后就一直没去到，结果就遇到疫情，然后所以去年是完全没有办这活动，然后今年有办。虽然现在日本就是疫情状况蛮好的，嗯，一天大概就几百人吧，就是可能跟大家开始打疫苗啊有关系，就是感染人数蛮少的，但是就是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对。那还有就是主要是这一个月真的就蛮忙的了，就是忙完很多东西以后，我觉得自己比较忙。那疫情我也觉得还没完全平息下来，而且超级麻烦。他好像是要申，我记得他是要申请，就是去 Halloween 活动，然后也是尽量要戴着口罩。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化完妆还戴着口罩的感觉，就有种哇要糊成一起的感觉。化妆的时候皮肤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戴口罩，我觉得真的是太痛苦。而且你拍照，然后拍的时候拿下来，然后跟摄影师如果要讲话，或者是你跟那边的人要讲话的时候，你要把口罩戴上，然后就一直重复一个戴口罩拿口罩，然后头发会乱啊，然后妆会花，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感觉太累了。我觉得还是等就是真正就是不用再戴口罩这么麻烦，然后人多自己也就算疫情再平静一点，然后就算人多也不用担心可能会有疫情在爆发的情况下再去会比较好，因为真的是一个蛮密集的活动，所以今年一直就 pass 没有要去这样子。对对对，不过我觉得有机会应该可以去玩玩看，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吧，因为好像是就是对日本的 cos 来说是蛮盛大的活动。嗯，对呀，化妆三温暖。对，那好。对，明天才是万圣节，但其实也有一说是11月1号才是万圣节。我在想是不是跟圣诞节有点像，就是其实大家都是12月24号哇庆祝得很开心晚上嘛，然后12月25号的时候反而就是圣诞节，但没有什么人就是庆祝。12月24应该算是圣诞夜，对对。那不知道万圣节是不是也是这样，可能要再去 Google 查一下就是。对，那所以总而言之先圣诞不先万圣节快乐。我那天看表单看到一个超级可爱的字，他说万圣诞快乐一字，然后想说万圣诞是万圣节加圣诞节合在一起祝福，我觉得这什么也太可爱了。对，万圣诞快乐。好，那谢谢大家，万圣节快乐。那今年的万圣节跟可能是就是去年因为疫情完全没有万圣节的气氛，哎，屁屁帮猫妈妈打马赛克，人家好歹也是女孩子。对，好，你要窝在这里。好，就是可能是因为讲一下就是目前日本今年的万圣节气氛，去年没有万圣节活动，因为就去年疫情很严重嘛。那今年大家仿佛就是已经憋坏了，就是而且日本人其实本来就蛮喜欢过节的，然后他们就仿佛憋坏一样，就是每个地方都蛮认真的在弄万圣节。因为我不太确定他每一年都这么认真，还是说今年就是特别大家就是有种疯狂的万圣节耶，玩玩玩玩到爆那种感觉，然后 party 啊什么。而且就在这几天就是之前日本有类似像就是店家晚上八点之后就不能卖酒，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很多有关居酒屋会在外面喝到酒有含有酒精的饮料的规定，然后在最近因为疫情控制的很好的关系全部都解禁了，日本人整个就是一个喝爆的状态，就是所有之前不能约全部人都约爆，然后就喝到爆炸。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时代的 Halloween 可能现场还是蛮恐怖，因为往年就是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都是就是大家会疯狂喝酒啊，然后其实蛮多就是怎么说呢，喝酒以后大家就有点过嗨吧。对，那今年真的蛮有万圣节气氛，像一直住的附近的
那个商店街，他们就有就是贴海报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六日等于说就是万圣节这个六日，他们有很多万圣节的活动，当然店家会有一些万圣节的 sale 的活动，一些打折什么的，然后也有就是让小朋友可以要糖果，然后也都弄得蛮有万圣节气氛的，然后餐厅也都什么万圣节的相关的，而且万圣节本来就秋天嘛，所以秋天有南瓜、栗子什么，就是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再搭配一些万圣节的主题装饰，超可爱，就是很有过节气氛，就是我特别喜欢日本是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对于过节非常的热衷这样子。对，对，那就是最近都在吃一些什么，万圣节限定的东西。只要写万圣节限定，基本上我就是完全会中招，就是好好好嘛，万圣节限定好好好，就是会买这样子。不知道目前大家自己的国家万圣节怎么样？马来西亚没有万圣节气氛吗？那台湾呢？台湾我记得的话，就是幼稚园或是有小学，有一些小朋友的地方会比较有过节气氛。商人的阴谋。黑暗料理。对，就是我觉得是蛮有过节气氛的。对啊。耶、yeah, 好。对，我自己超级喜欢万圣节。新加坡也不庆祝，そっかそっか。其实就是万圣节有点，其实蛮商业取向，但是我觉得就有一种迎接秋天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要为今年已经快要结束了的一种准备，所以我一直就是到万圣节，我觉得异常的兴奋，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打着万圣节的名义，其实大家根本就其实蛮想要变装或者是 cosplay 看看，那大家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可以尝试看看，过瘾一下，对啊。对，我觉得就蛮好的，是一个大家可以浅尝 cosplay 的算是节日吧。对，一堆鱿鱼游戏，对耶，对耶，确实确实。いいね。啊，对对对，外语社区会办。啊，确实确实。先上开万圣节 party。对啊。好，那讲到万圣节，就是每一年一直万圣节都会出就是原创的 cosplay， 那每一年刚好从2018年有点忘记有没有了，我记得好像还是有出点什么，不过反正从2019年、2020，然后今年2021呢，都出了以魔女为主题的万圣节 cosplay， 那也是这一次就是新刊的作品，然后也是这个月批网的作品，对，就是万圣节主题的魔女。那这次除了魔女，还额外增加了一只猫猫，不是这一只猫猫，不是这一只，是白色的异色瞳猫猫。对，就是啊，我真的觉得拍原创好开心啊。然后，昨天一直有发一个动态，就是跟大家说，如果你想有什么想要直播的时候问。想要知道的可以在这边留言，然后跟一直说，然后一直会参考一下，发现蛮多人就是问关于创作的灵感或者是怎么开始拍原创的那些想法的部分。对，所以我想说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原创，特别是拍原创的时候，前一阵子一直有参加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里面就有分享到说，我会因为一些物件，好比说我买了一些东西，或者我逛街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的时候看到一些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不错，跟我喜欢的主题很类似，那我可能就会把那东西买下来，然后基于那个物件去衍生它的创作。像这一次的
那个占卜，就是星辰巫女，就是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耳环，也就是拍摄中有戴的那个耳环。他们在这里，就是这次作品中有出现的这个耳环，挂着纠结在一起，就是这个耳环啊，救命！就是这个耳环。对，就是那时候看到这耳环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我是不是要就是弄一个角色来搭配这个耳环？对，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就是我看了这样，觉得啊，这东西好美，对，是酷东西，然后我想要把它做成一个角色，它甚至会激发我灵感去衍生出一个角色。那这次的巫女有很大一个部分是这个东西，对，这个耳环，这耳环超级重，就是可能刚感觉不到，就是挂在耳朵上，然后你头稍微动啊，它就晃啊，然后我拍完都觉得我耳朵可能要就是耳垂要变长了，就默默耳朵会被拉长，对，超重的，可是真的超级漂亮。然后就是所以我在拍照的时候也特别拍了几张这个耳环的特写，超级喜欢。那白猫猫那个部分的话，上一次就是这次万圣节的白色的异色瞳猫咪的部分是就是之前。FB 有讲过，就是小时候有放学回家的时候遇到那种野猫，就是我自己放小学的时候开始会自己放学回家，我就很喜欢走小路，就是比较天黑，还没有天黑嘛，小学生放学比较快比较早，然后就是我喜欢去走一些一样可以到家，但是就是各种不一样路线。对，那有一次走一条小路是在捷运的沿线，然后就有一些舅舅的名应该是算是有人住的地方，然后有一只白色的猫，然后说是黄昏，然后再配上一只全白的猫咪，然后眼睛就是一只蓝色一只黄色，然后很梦幻的场景，然后小学时候的还是小萝莉的意思就被震撼到了，然后就跟那只猫对视很久，然后他应该是有那边的人养的，所以其实不太怕人，然后就这样看着我，然后因为太阳的关系啊，猫咪的眼睛就会竖得很细一条，然后眼睛像玻璃球一样非常漂亮。我本来就很喜欢猫，然后就看那只猫猫看很久以后，然后但是又快太阳快下山啦，还是要赶快回家，所以我就自己依依不舍跟那只猫分开了。对，然后算是到了现在过了几十年都还是没办法忘记的场景，然后就像这样子的回忆就会很想要在拍照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就是放到作品里面，算是把，因为有做这样的作品我也才能就是跟大家去分享说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它不会只是在我回忆里面，那也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大家看了，然后而且可以听我分享的一个具体化的东西，算是自己记录自己回忆跟大家分享的一种方式吧。对，好，所以就是创作的话大部分会有这样，就是一直自己的看到一些酷东西，对，酷东西买下来，然后因为这个然后衍生出角色，或是自己记忆中有一些东西，然后加上自己喜欢的元素去放在一起，然后去拍到那个照片，这样子去做那样子的作品。那白猫猫那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就是虽然大家现在还没有拿到写真书，但是还有电子档明天就会发了，明天最后一天。对，那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白色猫猫那件衬衫的那个袖子，我拍那组照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在意一点，就是我想要那种暖暖的光，然后打在那种蓬蓬的很多百褶、很多布料的那种很漂亮、很贵、很怎么说、很整齐的百褶上面，然后有那个光打上去的那种，我想要那个照片。我甚至就是想拍那个袖子有被那个光打到那个黄昏的那个灯光的感觉，就是我拍照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有拍出那感觉，我自己非常喜欢，所以我放几张就是我拍摄袖子的部分的特写，然后再加上那个花，就觉得啊很圆满。我真的很喜欢万圣节，我自己很喜欢这次万圣节创作，所以大家可以对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就是收到电子档，好好的欣赏一下。对对对，有轮廓光。哎呦，其实因为其实，在做创作的时候，你不会去，我没有对象去描述说我要拍什么创作的那些想法，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时候，其实反而会有种啊，那这是我的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其实很难组织成很好传达语言。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是都可以懂，可以吧？嗯，可以哈，可以理解吧？对，所以大家但是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小细节。对，麦芽一直在踏踏。看一下大家的。戴耳环戴成和尚和嘴，觉得如果常常戴的话，可能真的会吧。对，好，好，那哎呀，麦芽把我的小抄压住了。哎呀，麦芽，麦芽移一下你的玉臀，谢谢。好，那就是上昨天就是有人就是提出的想知道一直创作的一些想法。对，那日本现在疫情真的是好转很多，感觉很有机会可以飞了。关于还有很多人关心的，一直什么时候要回台湾，我超级想回去，我就是最想回去的那一个，好吗？比你们都还想，主要是也想回去见见家人，因为去年九月一直来了以后，就刚好现在十月已经满整整一年没有回台湾了。然后我打完第二剂疫苗以后，我就一直在查机票，就啊，其实稍微就是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航班可以飞了。不过现在回去台湾呢，一样是要隔离，就是强制隔离14天。对我来说，其实因为有猫咪在日本的关系，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话，我可以就是请朋友来家里顾猫，然后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不方便，然后猫咪要带去猫咪旅馆，我又很担心 Ligo 跟麦芽会不适应，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适应猫旅馆。然后而且14天是就是回台湾嘛，隔离嘛，然后工作也会受到影响，然后好不容易回台湾，然后又要在就是去年回去蹲了2周，真的是超崩溃。因为台湾是真的管得很严，而且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台湾管得很严这一点真的很好。但是我真的觉得14天只能关在一间屋子里真的很崩溃。虽然每天都有就是区公所的小姐姐会打电话跟你 say hello， 但是不能出去真的就什么时候不能做，然后我的工作也会受很大影响，然后猫咪又白白的要给别人顾14天，我自己其实蛮不放心的。所以就是等疫情就是好转一些，就是不用隔离那么多天之后，我一定会马上安排机会回台湾。对，超级想回去的。对啊，就是希望赶快隔离的天数可以变短一点。对，那我就在想，因为我也不确定明年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今年应该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看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是14天解除吧。感觉最近才稍微好转，最好就是可以让疫情再怎么说呢，到更像没事一样，或大家都能接受了这样子。疫情打疫苗，大家打一打这样子。我想说，如果就算明年回去的时候没有活动。就明年回台湾的时候没有活动，是不是能办一个就是一直 only 唱？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跟大家见面，好吗？就是每次就是大家有时候订啊，或者是买写真书的时候会留言给一直，然后说啊，好希望可以见面。然后已经讲了1年半，快2年，就是我是真的很想跟大家见面，就不是说说的。所以我想说，就是看如果下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就是直接办一个，就是可能包个场地，然后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就是弄一个活动，想来找一直的那种，就是办个活动这样子，一直归乡活动。
对，返台开心这样一直only唱，好吗？对。对啊，如果就是想参加的人多，可能就是台北也办一个，然后就高雄，因为其实有很多就是中南部的粉丝不方便，就是每次都跑这么远到台北，我想说甚至就是台中或者是高雄也可以就是办一个，这样大家就是都可以参加这样子。我自己也很想办，而且自己的活动就是然后大家就可以不用排队，大家就可以都坐着，然后就是可以就是聊聊天，然后现场看看大家的脸，然后跟大家讲讲话，这样就不用在这边借由镜头，你知道吗？就是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我觉得现场可以看到，还是会很开心。对啊，对啊，期待一下好吗？对，如果可以回台湾的话，一直就办个活动。对啊，一直归国猜拳大赛，好棒！那想看哦，然后让他抽什么？对不对？应该要抽个就是很有归国感觉的东西。对啊。对啊，听起来感觉很开心。对啊，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而且我就是从疫情之后，我就是那个 FB 会跳那个叫什么啊，回顾，就是以前这一天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有很多，最近就跳了很多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活动，然后我去看以后觉得啊，天哪，好想去玩，好想大家哦。对啊，就是觉得啊，以前那样子一年可以去个好几次，这样晚上做梦是真的会梦到在活动，就是很开心。虽然有时候也会梦到，就是啊，完了书忘了带之类的，但是每次在梦里面都还可以回味到那时候去，就是因为活动然后去每个地方玩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对啊，对，真的想不到说了个拜就过了一年半，真的是拜耶，好恐怖！真的以后拜拜的时候要慎重一点。对啊，就是真的有些人你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会遇到了。好，那就是关于回台湾的话，是真的就是很希望解禁以后，就是不用隔离这么久以后，可以快点回去这样子。然后有回去台湾的话，我们就来试试看筹备办个活动，好吗？对，好，那昨天的那个留言里面有蛮多人。女孩子想要问一子两件，女孩子最多问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一子怎么保养皮肤。一直保养皮肤真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皮肤很干燥，然后很不太能太营养的东西，所以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保养皮肤的重点就一个，就是要记得去多尝试，然后找到自己适合的保养品。像我现在来日本超级干燥，就是干燥到你觉得你的眼球都会很干燥。我以前在台湾没有那么常点眼药水，我来日本就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开始超级干燥，就是不时的就要点眼药水，因为工作的时候也会一直用眼睛会盯着电脑看，就是干燥。所以我在买一些保养品的时候是一定会把保湿的成分看得特别重。美白什么，就像我这种就是天生不是那种可以很白的人，我已经放弃美白的部分，保湿就好了。对，美白的部分我们可以靠化妆化白一点，那就是还有就是能不要化妆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化妆，因为化妆就是还是会就是让皮肤比较不好呼吸。对，就是能素颜就素颜，然后依照自己的肤况多补充水分这样子。对，然后如果化了妆卸妆一定要卸干净，我觉得基础的保养就是这样子。我没有额外就是去抹一些什么东西，大部分就是洗完澡以后上一层。我也觉得其实保养品不要上太多，感觉对皮肤的怎么说呢，负担也会比较少一点。不过这真的是看个人，因为有些人是很适合抹多一点，或者是适合偏油一点的保养品，有些人适合偏水一点的。对，所以大家就是多多尝试，然后找到自己适合的保养品就好了。对，要上护唇膏，没错，说到护唇膏我现在上一下。对，真的日本超级干燥，干燥到一个受不了，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一种皮肤裂开了，然后鼻子里面会就是如果你起来打喷嚏然后擤鼻涕就会有点血丝，就是真的很干燥。然后我是一个很干的人，所以就是真的需要皮肤要多补充水分，也要多补充
水分，含有酒精的水分。对，好，然后就是保养皮，女孩子会常为了保养皮肤就是这样，就是一定要多尝试到找到适合的保养品。别人跟你说那东西多有用，千万就不要相信。但是如果那个皮肤跟你类似的话，你可以去买来尝试一下，但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其实我不太随随便便去推荐，就是别人买什么保养品。但是我只能说，就是一定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然后第二个最常问的就是一直怎么保养身材，我也想问大家都怎么保养身材好吗？就是因为我不是完全不是吃不胖体质，然后我又超级喜欢吃甜食的，其实就是在有意识自己拍照需要好的身材以来，就是已经好几十年了，我无时无刻在跟身材这件事情就是斤斤计较，就是一定要非常在意身材。滤镜又在，稍稍等一下啊，是怎样呢？好，就是关于身材这个部分，真的是我真的很羡慕吃不胖的妹子，太羡慕了。我希望下辈子我也可以投胎成吃不胖，或者是吃的很胖也没关系的东西，好比说像毛毛这种，吃的胖也没关系，呢。那些肚子都是肉肉，很可爱呢。好，对，保养身材就是我唯一有在吃的部分在意的，就是一直是低碳饮食。就是我如果发现啊，最近好像有点吃太多了，然后体重开始有一点就是恐怖的数字出现了的时候，我就会可能一周我可能会有四五天左右是吃低碳的，就是基本上我主食。就一点点碳水化合物，一些些碳水化合物，不会就是主食是吃饭或者是面类，就会变成他们是配料一点点而已，或者一天只吃一餐是有，不是一天只吃一餐哦，是一天一定要吃三餐，早餐、午餐、晚餐尽量都吃，有时候可能早上起得晚，或者是晚上熬夜之类的，反正就是最少也会吃到两餐，然后我不会吃面包或者是面或者是饭类的，我会就是吃沙拉，然后可能差不多饭的部分就是少少的这样子，对，就是用低碳的方式去控制，然后通常这样子辛苦个一周，然后晚餐是一定不能吃有淀粉类，就是我可能会煮味噌汤，然后可能会吃纳豆，我可能会吃豆腐，就是用蛋白质这一方面的去补充一下，那个也不容易饥饿。对，我会先体重大概是多少？对，就是。一人危险体重不行就是我觉得数字还是不要讲出来好，完全不是什么美少女的数字，就每次听到人家网络上面说那些女孩子说啊、哦、我好胖哦，我都哔哔哔哔公斤，我今天想说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体重了。对，就是虽然我身高有165，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体重就不是讲出来会让人家羡慕，会有种啊的感觉，就是完全不是什么仙女的体重，所以还是不要说好，大家可以就是自己猜一下。就其实体重浮动蛮大，有时候因为一直这么喜欢吃甜食，有时候出去旅游，或者是吃个几天，像最近什么万圣节的甜点之类的，对，就是有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吃一吃以后，就体重很容易暴增。就是我的浮动可能会到3公斤左右，就是多的话会有4公斤，对，就是。轻的时候就减了4公斤，然后胖的时候就多了4公斤，这样子。对啊，对啊，就是太喜欢碳水化合物是真的很难减肥，因为就是吃糖就胖嘛，没什么好说，就是非常容易胖。对，对，但是因为了就是给大家美美的照片，还有自己后期不要这么辛苦，所以会就是控制一下饮食，对。那运动的部分一直没有就是很持续性的固定做运动，但是拉筋是一定会拉，就是有想到或是有时候看看电视的时候就会坐在地板上拉拉筋，就是伸展一下，主要是工作的时候会很常坐的，所以拉筋也会比较舒服，所以是会拉筋，然后运动就是心血来潮的就做一下，然后因为有买健身环，所以会运动一下。其实我真的觉得，还有就是近年来觉得关于外貌焦虑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
我想要变瘦，我想要顾好我的皮肤，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因为我希望我的照片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但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去过度的觉得自己的外貌不好看，因为我觉得我是因为我工作有需求，我需要很好一点的身材，然后去符合我想要的那个创作出来的角色，或是我去 cosplay 的那些角色的形象的那些相似的感觉，所以我会去特别在意身材。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如果你年轻的话如果你有吃不胖体质当然是最好，但是大家不要就是太过度的在意自己的身材到就是弄得自己不愉快。因为我确实有在早些年可能四五年前的时候，我真的会因为一两公斤然后觉得好沮丧好痛苦，觉得说啊天哪我怎么这么胖，就是怎么胖了一两公斤啊，然后就是会很难受。但是现在已经不会，现在就是啊胖了一两公斤好哦，那我可能要就是记得控制一下，但是不要去因为体重或者是太过在意自己的胖瘦不开心这样子。对，就是可以怎么说让大家参考一下对，大家真的是健康快乐就好，健康真的很重要。对啊，不要因为就是体重去过度影响到心理，那运动也是为了健康，就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健康很重要哦。来日本以后真的觉得健康很重要，因为看医生有两个不喜欢的点，一个是医院很多，然后我觉得就你没办法去像台湾，你就会去很容易找到口别人说啊这间医院的口碑好不好，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不太能理解他们的就是怎么说呢，那些医院的口碑好不好，所以没有人介绍嘛，然后你很难从一些网络上的资讯判断，就是他们的这种怎么说资讯比较不公开，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然后跟医生的时候也很难就是具体描述，就是说我哪里真的很不舒服或什么的这样子。对，就是首先找你想去的医院就不好找这样，然后再来他们的医疗也是蛮不便宜的。对，然后还有就是蛮贵的，所以我觉得人生身处在外地最重要就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对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唉，等到身体健康就心里也要健康对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打疫苗，就是一直现在是两剂疫苗都打完了，就是我打那个叫什么，是美国的，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叫什么的美国那叫什么瞬间丧失记忆。对，反正就是两个剂疫苗打完了，然后那时候就预约，然后我是在那个惠比寿那边打，然后就是那附近好漂亮哦，就是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中央类似广场庭院这样子。对，然后对应该是莫德纳好像是莫德纳，对对对，美国的莫德纳的样子。对，因为就是有点日文跟英文跟日文切换不过来，不过应该是对。然后就排队，然后就领个牌子，然后等了一下，然后听他解释说等一下打完会怎么怎么样，然后进去打之前会有个医生就是很简单的问诊，我甚至觉得那不是问诊，就问说最近有身体不舒服吗？有发烧吗？体温有高吗？没有，好，然后就看一下你那个，他会先给你一张表单打勾嘛，然后当然就是全部都是身体健康状态全去打嘛，然后就是问了两句的话就放你进去，然后进去的话就有那个隔板，有点像投票以前去区公所干嘛投票那种投票的地方的感觉，就是还有一个隔板，然后你就走进去，然后有12345的号码，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会引导你说好你到三号，然后你就去三号那边，然后就坐下来，然后那边就有一个负责帮你打针的人，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就帮你准备，就是问你看一下你的那张纸，然后就确认好名字，然后就好，那你就把袖子溜开来给他，然后他就说好，那我要打咯，然后他就
一边讲着说要打 LOL 的 LOL 的时候，他就已经插进去了，然后就说，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你会怕的话不要看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就是啊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然后他就打，然后我没有像人家说，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去打过一些抗过敏的或者是一些注射，我反而觉得那个比较痛，就是会有一种很强的注入感，就是你会有一种什么东西注进去，然后酸酸酸酸的感觉，然后但是我打的时候就是咻，然后我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是打的比较浅嘛，因为我听到的都是，我听到的都是就是针很长嘛，然后会注到很里面，然后就是扎到最深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感觉，然后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就第一次就是一个，问号问号的状态，然后就打完了，然后打完以后他会。再叫你到另外一个房间稍等，然后现场待个15到30分钟，然后你完全没有什么头晕啊、想吐不舒服的感觉的话，你就可以离场，是这样子的。对对对，然后第二次我的第二季就是才中间隔了27还28天，就是快要一个月，然后就去打第二针，然后是同个场地。对，然后就是我有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提到的时候，就是说。帮我打针的是一个戴着口罩，你觉得他口罩下也一定是超级正的那种，超级正的正妹，就是眼睛真的是超漂亮，然后声音也好好听，然后知道吗？头发我是觉得日本大部分女生头发都弄得很可爱，就是稍微有点编发的感觉，然后就是但是也不会很花俏，就是你会觉得哦，她是专业，她不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在这边的正妹，是很专业，然后就是很漂亮，然后声音又很好听的正妹。然后我就坐下去的时候，他就例行公事问你一些东西嘛。然后我整个就是一个，就一直在看，好漂亮哦！就他问我什么都，然后这样子一脸迷恋的看着他。然后他就有种，应该没问题，因为一看名字就知道我不是日本人，他可能觉得我日文没有很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只是因为被美貌迷惑了，就是。张姐姐，你真的好美！就是这边，你可以口笑，口罩拿下来，或者我们交换一下，就是联系方式，就是很漂亮。然后就算在那个，你知道那个情境之下，你还是无法抵挡她的美丽。虽然现在要打第二针，就是而且因为打第一针也完全不痛嘛，所以我第二针就是没什么怕，而且我第一针打完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只听说第二针好像会有些副作用，不过就对自己的身强体健还蛮有自信的，所以就。没有太担心，然后所以他在跟我讲什么时候，我想说就好的，都在看，好好漂亮啊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会痛吗？然后我就不会啊，不痛，然后他就帮我打完了，然后他就说有什么不舒服吗？然后就没有，整个就是对，就是晕那个小姐姐，真是对。然后就很漂亮的，但是毕竟就是赶快打完，人家下一个又要进来打，就没有在那边耽误人家的时间。不过就真的很漂亮，让我印象很深刻。对啊，所以就赶快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一下。对，那我打完第二剂，我就打第二剂之前，我就安排2天，就是让自己好好休息。然后打完以后，就是肚子比较饿。肚子饿感觉是有没有打针都肚子饿，对，然后打完以后就赶快回家，然后就换上舒适的衣服，就决定接下来2天就待在家里面好好休息，那观察身体状况，然后结果最后是好像也没有特别发烧，就体温稍微偏高，大概到30，因为我自己平常体温稍微偏低一点，就是我自己的没有到烧起来，就是37点多。一点点，然后就睡觉，然后就睡得比平常多一些，比较有疲累感，然后就起来，然后吃点东西，然后再睡觉，然后其实到隔天就基本上完全没有什么症状了，而且我第一针打完的时候有默默的红了一块，但是也不用肿，它就是稍微有点红红的，然后面积稍微有点大，大概一个巴掌那么大吧，打的面积。然后打第二针的话是既没有肿也没有痛，就是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对啊，就打完了，对，然后就蛮平安蛮顺利的。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打第三针，因为日本他们政府好像有在推，就是。可能要打第三针什么的，不过现在就是看情况吧。我觉得至少打2针，如果可以
出国的时候有打两针应该是会蛮有帮助的，对啊。感觉大家也都打完了嘛，蛮多人都打了，看到这几天，对啊，我家人也这两天都去打完了。就是一直的打疫苗的一个经验，对啊，啊有人打得像重感冒，对啊，对啊，可能看看如果真的有要打第三针的话，可以打一下，就是比较安全嘛。哎呦。有没？好，那昨天的那个想听一直分享的人里面还有人提到，就是想听一直说说日常，一直的日常基本上就是因为开了 Patreon 之后，就是开了 P 网之后有。每个月会有固定的拍摄行程，然后就准备拍摄，准备衣服，修改衣服，然后进行拍照，拍照以后就是修照片。其实就像大家工作一样，我自己有安排一个像工作一样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妹呀，可以不要坐在小操上吗？看不到小操了，すごい，我的小操。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吃完早餐，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就会整理照片或者是准备拍照的东西，然后还有什么中午到了就要吃午餐，然后准备拍照的东西，然后能尽量早睡就早睡。之前有好不容易把作息调整，每天十一点睡觉，结果不小心又东摸摸西摸摸，然后才维持了大概两周吧，然后作息又变成每天大概两点多睡吧，一直大概是两点多睡觉。啊，早上的话大概九点八九点的时候就会醒来。啊，有时候如果拍摄的行程比较忙的话，有时候早上就会可能七点多六点多就会起来了，因为日本拍照的地方分得很散，不像以前在台湾去哪里都没有到太远的感觉，但是在日本就是去哪里都很远，因为搭电车干嘛的这样子，所以转车干嘛的，就是其实蛮花时间的，所以早起的时候大部分都蛮早起的，可能就是日本时间七点啊六点起来的也蛮多的，对，然后没有工作的日子有安排，就是一直在今年生日的时候有买了一台自行车，对，觉得在日本就是一定要有一台自行车，然后可以骑得到处去，然后就买一台很可爱的自行车，然后会骑自行车去附近逛逛吹吹风，这是以前在台湾比较少做的事情，算是比较特别的不一样的转变吧，对，就是很喜欢骑自行车，然后会去发现一些平常走路可能没有去到的地方，因为自行车的关系就很方便，可以骑到一些地方，可以去远一点，然后会遇到一些看到一些不错的店啊，好比说什么小餐厅啊、面包店啊，或者是小杂货店，然后就会进去逛一逛，就是一整假日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基本上是把 cosplay 的部分当成像工作，所以我在去骑自行车出去外面绕绕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安排成是假日这样子。而且就是日本现在秋天超级适合骑自行车，就是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就天气超级好，然后很多地方银杏也开了，然后就哇怎么说呢，黄黄的橘橘的一片，然后就超美，对，飙速一直的，没有，我的自行车没有办法飙很快，我是骑那种比较慢慢来的，对对对对，然后这一直的日常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吧，就其实光是 cosplay 的部分就有点塞得满满的了，因为就是想拍的东西比较多，对对啊，然后对对对，像因为我很喜欢随着季节拍照嘛，像我最近有约摄影，就是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想去拍一些私服感觉的，对，因为有时候每次都拍一些有戴假发、啊，然后造型比较夸张的，大家都快忘记就是一直平常长什么样子。哎、欸，对啊，所以我今天想说真发示人一下，就哎、欸、最近一直的头发是这样颜色，对，然后大概长到这样的长度了，对，嗯，对。在日本开车，因为如果有国际，就是你在台湾有驾照的话，申请国际驾照好像会方便蛮多的。但是我没有考虑在日本开车，主要是首先我开车我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开车，因为就很容易紧张，然后为了大家的安全，对，所以我不太敢开车。对，但是可能如果去乡下没有人的地方就会敢开吧。对啊，现在我觉得骑脚踏车就蛮够了。嗯。这周过得很辛苦吗？辛苦了。对啊。然后，全然わからないでも大好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就是其实又岔开话题了，就是开直播的时候会。怎么说，就是有一些日本跟讲英文的粉丝，就是就是很不好意思，就是我直播还是想主要是讲中文，但是可以讲日文的时候还是会讲一下，对。然后英文的话，就是我觉得我英文没有口说好到可以就是完整的表达我的意思，对，有点害羞，不过会尽量啦，尽量，好啊，尽量。Yes. Greeting from Mexico. We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Thank you.对，就是对，一直假日就是目前最近的兴趣是骑自行车到处晃，嗯，然后看一下哦，对，然后之前因为疫情解禁了，然后我想说完了，接下来因为之前去哪里人都不多嘛，当然有些店家也因为这样就没有开，但是我就比较少出去。玩，但是现在疫情真的是状况好非常多，尤其是东京跟之前比起来真的是好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一直就决定要在大家都放出来玩之前赶快先去吃一下拉面，就因为之前就大家知道那个池袋有一间很有名的拉面，就是很多观光客都会去的，叫做无敌家嘛，无敌家的拉面，对，就是我去吃了无敌家拉面，我上次吃好像是五六年前吧，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来观光旅游的时候，就是因为很有名嘛，然后就去吃了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印象中就是很浓，然后好很饱，对，然后其实没什么印象，但我想说最近再去吃一下，就是想回味一下那个感觉，然后就去吃了无敌家拉面，然后就啊好好吃哦，拉面真是好东西。对，然后因为他就算是没有观光，就现在日本观光客比较少，但他还是生意蛮好的，而且我去的时候已经不是饭点，我去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但是还是要排大概五分钟就可以进去了，这样子，对，真的很好吃，对，一兰的话之前就吃，因为一兰很多地方都有，但无敌家就那边有，所以就要特别跑到池袋去，然后就刚好有要去池袋办点事情，然后就顺便去吃，觉得啊，真好吃，排队名店。对，我想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排了好久好久好久，就是排了30分钟左右吧，就是在那个路边这样排队。然后之后就想说这次去吃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没有排很久就吃到，开心。拉面好好吃，但是就是拉面，我真的很佩服，就是日本人就是吃拉面真的就是胖啊，又是油又是盐，然后又是淀粉的，就是我真的可以希望我可以每一周都吃一碗拉面，但是我无法，我没有办法，我心里是可以，我身体跟不上。So, 無敵屋は台湾でも有名です。とっても。对，然后对，这是一直最近觉得非常大确幸的事情，不是小确，吃碗拉面真的会有一种。呀、yeah! 的感觉，拉面好好吃的，就很好吃。我想再去多开发一些没有去过的店家，有名的店。对，因为既然不能吃很多嘛，那我们要有效率的计划。
十二月的拉面去哪里吃哪一家，十一月的拉面吃哪一家，一个月吃一次这样子。对，疯狂吃，耶耶。对，等一下，然后就是多吃点拉面吧。嗯嗯，然后就吃拉面觉得很幸福。然后还有什么日常？我想一下哦，发现了一间就是很有名的店，它不能说很有名，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名，但是它非常的厉害。它整间店就卖一个产品叫白吐司，它是一间面包店，它就只卖白吐司。然后一间店也不大，就小小的，然后里面就是空空的一些架子，很简单很干净的设计，然后摆满了白吐司，就卖白吐司而已。我想说，哇，一间面包店就只卖白吐司，真是太厉害了，一定要吃一下到底多好吃。然后吃以后真的有吓到，就是真的很好吃，就是会让你对白吐司有新的一层认知，就是白吐司是可以这么好吃的东西。对，就是非常的香，然后软，然后有水分。对，然后但你又觉得它味道很纯粹，然后该怎么形容呢？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对，下次我买，我把它 po 在我的 Instagram 那个里面都是猫的那个账号里面好了。对，也分享一下那间白吐司的店，我觉得只卖白吐司太厉害了，就是不愧是 只卖白吐司也可以，就是生意很好，就是支撑在那种地方的开一间店这样子。对啊，就它也不是很乡下，就是也算是蛮热闹的路边这样，然后他就只卖白吐司，也很好吃。就是你要是生病了，然后只能吃白吐司，吃到那种白吐司，你会觉得啊，我的病好像就是好了一半这样子，就很好吃的白吐司，梦幻白吐司，对，很香。然后因为他一次就卖一条，一条大概这样子吧。然后我会把它就是买回来以后，当然要趁它刚买的时候最好吃嘛，刚做好的，然后就切一片来吃，然后剩下来就会把它切一切，然后分装起来，然后冰冷冻，然后你接下来要吃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用烤箱烤一烤，又白吐司就会复活，叮，然后变成刚出炉一样，超好吃的。对，而且我觉得那个白吐司好吃到它是你不要抹酱料更能体现它的美味，就是你抹了巧克力酱或者是你抹花生酱，固然大部分的土白吐司都会变得好吃，但是就有点可惜了那个白吐司的那个程度的好吃的白吐司。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再把那个白吐司的店家分享给大家。因为大家也都开这种直播会置入一些就是置入性行销，但是一直真的没有。对，先跟大家说，就是我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收到那间店，就是叫我帮他宣传，但我觉得他应该不需要，他生意应该是蛮好的，有时候晚一点去就买完了。对啊对啊，对，就很好吃。对，推荐大家，推荐大家，推荐大家店那个店家。好，然后我想看还有什么，之前还有吓一跳，就是大家知道，就像台湾华人圈那边会有年菜，会订年菜一样，日本居然在九月底嘛，十月初就已经在订明年跨年、明年过年的年菜，我想说。现在订年菜会不会有点早？是不太快了？万圣节都还没过，圣诞节蛋糕也还没订，现在就要订年菜了吗？超惊讶！然后他们就是会就是开始宣传，就是要订年菜。然后，而且日本的就是年菜就是很豪华，就是那种很日式的那种盒子。他们的 Osage 料理，我去年有买，然后就是有过瘾，所以我买了稍微有点价格的，就有名的店的。因为看到日本的那个 Matsuko 的节目有介绍一些很好吃的年菜，然后我就订了，然后就真的很好吃。但是我觉得就是吃过一次就好，只是觉得，十月初就订年菜会不会有点早？但是就很开心的拿那个 DM 在逛，就是在看，这样就觉得啊，感觉都很好吃。对，他们日本人真的过做什么事情都很常。怎么说呢，很提早很多，像每一年的 Komike 八月的时候就是 下一年年尾的十二月的报名嘛，那十二月的时候又会报名隔年的八月，所以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半年前就开始规划，然后像我很容易忘记行程，像今年好像十二月会有 Komike 好像就真的要办，终于真的要办了，之前取消了好几届，然后我就没有报到摊，然后我就算了，好，没报到摊就明年再见了。对对啊，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早，真的提早很多，超级多的，我有点跟不上，就是怎么已经在弄那些事情了嘛，就觉得可能就是很多事情要尽量早点准备会比较好。对，然后今年年菜是打算就是到超市去挑自己喜欢的
的吃就好了。因为日本年菜他们就是跟台湾一样啊，会有过年要吃什么，然后这个名字或是它的意思是有比较吉祥的意思，比较好的意思，一些联想。对，好比说吃橘子啊、吉利啊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日本也是很多菜都有它跟好的意思有连结的，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就要吃这个的这种。然后我很喜欢他们的年菜，就是很可爱，然后就是小小的、少少的，然后堆很多这样子。说是年菜，不如说是下酒菜吧，每一个都超适合，就是搭配日本酒。对啊，他们过年就是喝酒，然后吃年菜，然后就是味道蛮重，就是很咸，很多腌制的或者是很甜的、很咸的一些小小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豪华下酒菜，什么高级，现在也会融入一些和风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生火腿之类的，对啊，就是不只适合配日本酒，还可以配红酒，就是过年就是在家里面喝个烂醉，然后吃那个的，对啊。就很喜欢日本过年的气氛，所以其实就每一年到万圣节，我就开始一路非常兴奋，就是大家从我的作品就可以感觉到我的兴奋程度，就是万圣节耶，万圣节原创，然后接下来十一月对我啊，可以预告一下十一月的作品，就是十一月披网的作品会是跟妖精有关，因为去年有买我的月历的人应该有发现，就是我去年的十一月是冰雪妖精，就是精灵，对，就是精灵，刚好今天也是精灵的儿世，对，就是我觉得十一月是妖精的月份，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内心有这种感觉，所以前几个贴文有更新的那个精灵的花架，就是三百年你要牵我的手那个精灵的花架，还有另外一套精灵，也都会在十一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对，就是觉得十一月份是一个精灵的月份。好，讲回来，就是十一月嘛，十一月感觉也是一下就结束，然后你要去准备十二月的东西，然后圣诞节的订的蛋糕啊，或者是年尾要做什么事情啊，很多人可能年尾会跟朋友开 party 干嘛的，或者是跨年之类的，圣诞之类的，就是庆祝，然后就为了十二月的一些节日跟跨年做准备，然后咻。所以到万圣节，其实一年后半段就是一个咻的就结束了，很快的感觉。对啊，就是感觉会很兴奋，有种啊好棒好棒，今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完？那赶快把你想做的事情在这三个月内安排起来，做起来这样子。对，就觉得很开心。对，然后就我刚刚讲什么？对，就是。今年感觉又很快就要过完了，所以今天因为今天开直播，然后想说今天是十一月三十，再过两天也就十一月一号了，所以进到十一月，然后再忙一波，然后就十二月，然后十二月接下来就2022年了，好快啊，是不是？对啊，啊对对对，有人有发现，对，十二月、十一月还有一个妖精呢，没错。是雪精灵拉米，那雪景，对对，又有人问到一直说有没有机会拍雪景，今年有安排十二月会去北海道，好开心哦，终于可以去北海道了，你知道吗？我来日本这么多次，就是他们的旅游跟工作来日本，我没有去过北海道，我终于要去我人生第一次北海道了，但是我应该就是。专心的旅游吧，就我可能不会去拍什么就是 cos 的东西，我觉得拍 cos 归 cos， 然后旅游归旅游，我真的很想好好的玩一玩北海道，但是我就是因为有猫咪在的关系，然后我可能我安排的是四天三夜的行程，就是稍微去一下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好期待哦，我好期待哦，超级期待的，我要去北海道，就是。所以看到我想吃的东西，我全部都要吃，因为听说北海道很好吃。对，超级期待去北海道。然后今年应该也会安排去滑雪，毕竟买了滑雪板，对啊，就是会去滑雪，耶！哇，我好期待我的十二月哦。对，还看到一个超好笑，没有G的美好地方，对，
北海道没有小强，不过其实来日本小强已经蛮少，因为以前一直在台北住的地方附近有夜市，就是小强就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的东西，然后来日本以后就真的没有看到什么小强。对啊，对，北海道没有小强耶、yeah， 对，那嗯，如果有去滑雪的话，一直也会拍一些滑雪的滑雪雪雪拍给大家看，对对，不过应该是不会，目前嗯还没有计划在雪里面拍 cos， 但是我觉得等我跟雪比较熟了，就是我对于如何对应那种温度之后，我应该就是看能不能安排个有下雪的，怎么说呢，拍摄吧。对啊对啊，感觉我看到雪然后马上就说啊这边好适合拍什么，然后就职业病犯这样子。来多、欸、如果去北海道玩，我会多拍一点东西跟大家分享。对，对啊，就是北海道好像很多海产类一定好吃，然后还有拉面，对，然后去吃日本三大拉面，然后就啊，北海道拉面，对，十二月拉面就决定是北海道拉面了。对，还有奶制品，超爱。希望今年的滑雪技术会比去年好一点点，可是 上次滑才第一次滑，但是不要跌得很惨就好了。对啊，一直的滑雪板是双板，对，因为单板两只脚要固定在一个板子上，跌倒的时候你就只能就是爬下去，我觉得两只脚不能随意动有点可怕。对，我是选双板。对啊，啊啊，好期待哦。对对啊，好，那就是一直的最近的行程大概是这样子。那刚刚提到了月历的部分，就是十一月会让我想到妖精，所以提到了月历的部分。月历呢，2022的月历呢，嗯，会制作哦。对，然后最近有查了一下，因为去年的月历一直做了两种，一个是挂在墙壁上的，没有。对，去年的月历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这样子挂在墙上的，就是可以这样挂的。嗯，这是去年的。对，那分了两种，另外一个是三角形的，就是桌历式的。那我觉得就是稍微有点大。对，我自己，但是我自己的工作桌东西太多，就我觉得有点大。然后我今年打算出一款，就一款月历，然后会做成那个明信片式的。它平常就是可以，它是一个收纳起来，大概就是一个明信片的 size， 大概这么大张吧，就是这样子。然后它是每个月可以替换的这样子。然后应该会。有一个透明的盒子，然后是可以立起来的，就是它平常可以收纳小小的，对，就不用太大，然后不会太占空间，然后算是好收纳式的。我自己喜欢，就是想要做个不一样感觉，所以跟去年的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不是三角形的，是应该是塑胶亚克力的那种站立式的。对，我实际上还没跟厂商拿样，不过会是明信片款式的，然后就是会出。对，2022的月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因为希望大家可以早点拿到，所以其实我可能十一月就会开始制作，然后看看能不能在十二月就开始陆陆续续寄给大家。因为现在虽然疫情好转，不知道为什么从日本寄东西去每个国家，寄台湾啊，还是寄到任何国家的那个时间都蛮长的，有时候。就是会卡在飞机很久，就很像之前寄香港都超级快，然后上个月开始寄香港，有时候就很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就是会尽量早点出，让大家2022的时候，对，一月就可以翻到一直的月历，好吗？我尽量早点制作，对，然后应该会多放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照片，因为秋天想去拍组照片，我想要把它放在月历里面，所以希望可以来得及在做完月历之前拍好照片。好，然后呢，我看一下好像差不多要说的就这些。
而且他默默已经这边已经是11:10了，所以现在应该台湾的10:10了。对啊，对啊，对，就不管空运，因为一直都寄空运，想要让大家早点拿到，所以其实就是蛮花时间的，就是都寄空运了，运费又这么高了，然后还让大家晚拿到，每次都觉得很着急，就是在看那个追踪码，然后就怎么又卡在海关啊，或是更新到一个程度，他后台就不更新，就是每次就是海外的都会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顺顺利利的拿到，只能祈祷就是那次的航班或者是顺利这样子。他们是说，我之前有去问过邮局的人，他们都说就是飞机在排队，就是货都已经运到了机场，但是还没有上飞机，因为飞机能每一台能载的货量是固定的，然后他就在仓库里面排队排队，排到有飞机飞那个国家的航班的话就会放这样，然后所以大部分都会卡在机场这样子，反而什么海关啊那些的不太会卡，大部分就是卡在飞机那个机场，各个国家的机场，可能是在寄送抵达国家的机场，或者是从日本出发的机场，日本的机场这样子。对啊，啊，对对对对对，目前写真书因为有烫金的关系，所以还在印刷，目前我也还没有拿到，但是有个东西已经拿到了，也就是这一次的拍立得收纳本，但是这个是打样版，就是跟实际上的版本的材质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哒啦。对，然后这边是可以放一张，这边我觉得放拍比起放拍立得更适合放就是明信片，因为它里面是一个比较宽的袋子，就是放拍立得的话有点小张，对，它一个透明的袋子，对，对，还可以放一张明信片，然后可以变成封面，你可以随意的替换，对，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收纳本，对，放了一些拍进去，这个是晨光款。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款式是这个，当当，是一个光款。对，就是觉得两个颜色，就是那时候就在想说，不知道一直感觉是亮色系一点呢，还是黑色系一点，还是就两个都做吧。然后我就做两个版本，就感觉都很好。对，那实际上的材质是亮面的，就因为我觉得。亮面的跟相册感觉比较搭，就比较精致的感觉，对，所以实际上会是亮面的，但是图案就是这样的感觉，实际上的大小就大概是这样子，对，这样，然后一本可以收纳64张，对，这样子。那很多人会好奇，就是拍立得，就是这个月的拍立得是11月1号，所以就是2天后就截止了。如果有想买拍立得的话，可以早点买。对，那如果是收纳，如果是想买收纳册的话，收纳册就是这个印的量，我印了一个量，然后卖完就没有了。但它可能11月1号也还不会卖完，我就会放在网络上跟表单上，还是可以订。就是大家放了本本以后，发现啊不够用，还可以买这样子。就是没有只有拍立得的部分，就是万圣节拍立得是11月1号截止。那本本的部分就是卖完为止这样子，对，这样子两本，对，希望大家拿到以后可以好好的使用它们，而且就是你要放在书柜里面，是不是也很可爱？对，书背是这样，对，这边可以放明信片，对，我定制一个明信片。对，希望大家拿到会喜欢，在里面可以放展示一波。对，对啊，很像魔法书，对啊。对，我觉得镜头看起来稍微颜色亮一点，就是，对，犹豫的话就各一本吧。对，然后。跟我拿一本写真书做比较好了，是这样子的尺寸，对，这样子可以感受一下嘛。这是 B5 的写真书，就是一直平常出写真书的尺寸，是这样的感觉，对 ，OK， 好。哎，我想起来有个没有讲的，就是这个啦，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那个一直这次拍摄用的那种。烫金纹身贴纸，就是它是用水，然后你就可以贴在皮肤上面的。贴的时候很轻松，你就把它剪下来，然后贴上去。但是
你要把它弄掉的时候真的超难的。我那时候我的就是魔女的那一套胸口啊、脖子啊、还有手臂上啊、还有这边啊，全部都有。然后你知道洗那些洗到我整个人都要脱皮了吗？怎么这么难清掉？跟我以前小时候用过一些那种彩色的啊，也是用水然后闻在身上的等级完全不一样。不愧是，可能是因为它是金属的材质，就是不知道烫金箔的材质吧。然后就是好难弄掉哦，就是。是会你身上会留一些就是那个残渣，你知道吗？然后我在那边刷，然后弄到整个这边的皮肤什么全部都红红的，就是快脱皮了这样子。不过效果很好，我很喜欢。对，大家拿到写真或是收到照片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看一下那个就是纹身贴纸的部分，超漂亮的，超级就是贴了很多这样子。这边我有拍几张，就是特别展示那个纹身的感觉的，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对，那这个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卖，不太罕见，因为欧美他们那种可能就是那种，你知道欧美会有一些穿那种性感比基尼、很辣的女生，身材那种小麦色的，然后呵呵的那种，他们都很喜欢贴这种，因为很衬小麦色的肤色。然后，关键字应该就是什么烫金纹身啊，然后纹身贴。水烫金金纹身贴、银纹身贴就找得到了，淘宝上面都有。我在想，应该各个国家的线上都一定买得到。对啊，就是刷的超级辛苦把它们弄掉。因为我有想过说，好啊，那我就放着，反正他们说在胸口这边，平常穿的衣服也看不到嘛，就洗洗澡总会掉吧？不。洗洗澡它一周也不会掉，你不去搓它干嘛，你根本不会掉，你用平常的沐浴乳洗澡的时候啊，你就轻轻的刷过去，是对它完全就是只能说，如果你去海边玩贴着的话是完全不会掉，就是很牢固贴在你身上，你玩每天下水玩都可以让你撑三天那种程度。对，好像在帮他广告，但是就是持久力非常好。对，如果大家就是喜欢的话，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买一下，效果很好，很漂亮。我去年的作品就有用到白色的，白色的也很好看。对啊，因为自己不敢纹身，所以就用纹身贴纸过过瘾这样子。对啊，对，大家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纹身贴，这样我在那边辛苦洗到皮肤整个快脱皮就值得了。对，欣赏一下那些美丽的纹身贴在我身上的样子。对，因为其实还有像因为我买了蛮多的，所以其实之后应该还有机会会让那个纹身贴再出场一下。对，我想看，好像感觉，上一次是生日嘛，就是八月左右的生日直播，然后这次是十月底一个直播，现在是大概一个季节，就是夏天一次，秋天一次这样。那我们可能十二月的时候要跨年的时候再来一次，这样子一个月四次左右。对啊，讲错，不是一个月，是4个月一次，就一季一次的感觉这样子。跟大家见见面，不然就其实蛮寂寞的。对啊，好，看一下大家留言。就是那个卸的时候，就是上面有天才的小朋友们有发现，就是。卸这种纹身刺青用贴酒精，或是我是用那个那叫什么去光水，就是你有时候女生卸指甲油比较温和一点的，手也可以用的，可以卸掉，但是它可以卸掉表面上的那一层金跟银的部分，但是它下面还有一层像是胶的东西，就很难清掉，就是你一样要搓它，就是那个酒精去指甲油那种去光水啊，他们那种可以卸掉表面的金色跟银色的部分，但是它底部的胶你还是要可能就是再敷久一点，然后还是要搓一搓才会掉，这样子就是真的很强力。如果你要去海边玩，想要成为海边最耀眼的那个，你可以贴满这个烫金纹身。对啊，效果超好，那你回去会洗到死啊，洗到整个人都脱皮。对，好，那感觉好像从
八月到十月也是过得蛮丰富的。对，然后想跟大家报告的事情就大概是以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好像大家想问的我也都差不多讲完了。好。有勤劳的擦乳液啊，对，日本真的干燥到我以前在台湾是一罐乳液可以，就是身体乳液一罐可以买到放到过期都还没用完，然后来日本就是一个冬天就要用掉两罐，这样认真的擦乳液，很干燥的关系。お疲れ入り、ありがとう。摆拍时间，可是今天是大家都穿的非常的花枝招展的日子，我就差不多的穿了一个万圣节感。加减万圣节还蛮素的，大家今天也要拍吗？还是说刚刚在我讲话的时候已经拍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了？好啊，有人问那个耳环是之前买的，觉得蛮可爱的，它是有点像妖精的小耳朵的感觉，然后后面是这样子的，它用假的，很像挂上去，但其实是用假的，感觉有点尖尖的。今天是唯万圣节装扮，唯。好啊，お疲れ様。对，我真的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黑色的衣服。对啊，渐渐的又把头发留长了，接下来又想留长了，希望不要中间又突然想剪短，都这样子。那个是耳环，一直有收集耳环的嗜好，给大家看一下，耳环，大量耳环，而且都是那种蛮夸张的款式，就很想拍照的时候会用到。对，然后像这样子的有三盒，对啊，耶。晚安晚安，有人要先睡觉了。好，那我们就最近的万圣节滤镜真的很方便的，就是手机里面的就有那种特效什么的，真的超方便的。这是无印良品的收纳盒，超好用。大推荐。对啊，那就差不多咯。好。啊，对对，之前看留言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想念一则演绎。演绎还是现场看比较好，是演绎画成 2D 照片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对，等一直回台湾开一直 only 见面会的时候，就我们来一个演绎大会。就是合照的时候都演绎之类的，好吗？好，我发现前镜头拍感觉脸的中央会不会放大，跟自拍的感觉是一样，离远一点，脸小一点。感觉这样脸的比例比较正常一点。对啊，好，那谢谢啊大家今天的直播，快要一个半小时，超长的。谢谢大家来看直播，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自己的生活有点流水账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但是久久一次应该还 OK 吧，就是希望大家听一直分享一下也开开心心。然后现在疫情已经每个地方都好很多了，感觉我们很快就有机会见面了啊。好，大家一定要，我相信大家都把自己顾得很好的。那我们就期待再见面啦，今年还有一个机会十二月来个直播吧，好吗？好，那再多多关注一直的更新。一直与你同在。好，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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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芽晚安。麦芽已经在睡觉了。晚安。
拜拜。拜拜。